董事长好。上次调查那个项目经理的事儿，调查怎么样了？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是吗？那你给我说说他人怎么样？董事长，他业务能力挺强的。这样啊，那我们公司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人才啊？董事长可不能这样说，他虽然业务能力强，但是人品有点问题。哦，人品不行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说一说。董事长，这个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要不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样啊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他这个人品估计不怎么样。那行，咱们去一起去看看吧。什么看？一个发传单的发到我头上，这啥呀？这不是我们公司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，也对。像你这种社会的底层，怎么会知道我们公司呢？大哥，我是大学生，我就是出来做个兼职。做兼职就发传单发到我头上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这个公司的经理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？大哥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大人物，我一个小小的发传单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传单接的是我们公司的活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别给我一个发传单的，再给我在这逼逼。你信不信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？大哥，我就是出来赚个生活费，你如果那个得罪了你，我拿回来还不行？大哥，我真不知道呀。大哥，你看我这一天就几十块钱工资，求求你别扣我工资。你一个大学生你还敢求我？你还想指挥我做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钱今天你一分都拿不到。就在这儿。上一边去，这大学生还敢在这给我顶嘴。我跟你说，像干什么了啊？你谁啊你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看见了没？我们公司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这的经理。姑娘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传单吧？我不知道啊，大哥，我就是出来发个传单。你刚刚说你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？对，怎么着？告诉你，这个公司的所有项目都得经我手才能过。在公司，除了董事长，别的我谁都没怕过。哦，那你权力挺大呀。但是。你就说总经理而已，谁给你那么大权力了呀？你以为你谁呀？啊，我有多大权力碍你什么事啊？啊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别用你的脏手碰我。你赶快告诉我你的名字。行，我就告诉你我的名字，你记住了，我就是蔡方集团的经理刘思聪。刘思聪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从这个公司滚蛋啊？哟，还给我装上了是吧？那行，我今天就在这等着，我看你怎么让我滚蛋。行，等着啊。还有你，今天要不是你给我递传单，我怎么会遇见那个土包子呢？这是晦气。